且飛虎類型極戰入面，我是飾演一個總警司，亦都是飛虎隊的總指揮，叫做樂嘉誠。在戲入面我跟所有演員都有關係，最多對手的是 Bosco 同埋卓熙同埋我個 team 人啦，我 team 飛虎啊。最主要的對手就是阿 U 啦，吳家偉啊，佢係飾演嘉華哥的女，咁啊，亦都係同我有一段感情的關係。我由細到大咧，都唔識講大話，更加唔會講大話，所以我從來都唔會呃自己。你呢？我承認我中意咗你，但係如果你同我喺埋一齊，你會好辛苦。我覺得珍貴的嘢，我更加不想錯過。你有明白嗎？我今次喺飛虎入邊咧，我係做一個時裝店的老闆啦，個名叫歐陽敏儀啦，有個林嘉華的爸爸，跟住加秀珠姐做媽媽啦，咁兩個俾我的保護很大嘅，咁所以我個人行出嚟個感覺是比較簡單啦，即係唔係好知道呢個世界有幾複雜的人咯。原來在個實際入邊咧，我爹哋媽咪都不是一個簡單的人嚟嘅。但係霎時之間要走鋪頭都要交代噶。我話唔好問咁多啊！係咪而家連爹哋媽咪嘅嘢你都唔聽啊？要識得為愛嘅人付出，有命翻嚟嘅都係一生一世。普通綁架超過24小時，撕票的機會率係好高的。